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
你在磨蹭什么呢？要出发去下一站了。哎，您看看，怎么不喜欢吗？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啊。是州城。
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啊，决定了，可就不许反悔了。走。
来了，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大胆狂徒，胆敢扫了我的雅兴，简直是不知死。可真险呐！哎，他是怎么变得这么大的？真不愧是朱家之主啊！任务完成了，让我看看下个任务是……哎，你等等我呀！